谢市政府，我们是明湖国小弦乐团，我们给我们的弦乐团一个鼓励的掌声。其实我并不是主持人，我是弦乐团的团务老师。我们学校呢，等一下会有主持人来为大家介绍，简单的介绍。那当然，今天我觉得可以在这个时候大家相处在一起，我们相信以后也是，更何况现在是我们是压轴，也是我们局长的最后时刻，对吧？那我相信大家都有很开心的一天，而且心里都是开满了美丽的花朵。所以现在呢，我就要将主持棒交给我们英俊潇洒又年轻的艾金恩艾老师，我们欢迎。他也是我们曾经是我们明湖国小的老师，当然现在呢也是非常棒非常棒的国家精英。好，现在我就把主持棒交给艾金恩艾老师。谢谢彭老师，欢迎大家来到士林管理局长。很高兴能够担任这次活动的主持人。明湖国小弦乐团是非常的优秀，成立于1999年。而明湖国小的弦乐团呢，受邀于很多场的演出，不管是在花博、圆山大饭店，还是致力于与社区结合、分享艺术，在台北市东湖的地区，像南港软体园区，或者是地方的教会，或者是当地的团体，都有参与演出。而我们今天的团务老师，刚刚的引言人彭月圆老师，他等一下也会一起展现他的歌喉，唱几首美好的声乐的曲子。而我们今天的指挥呢，在我们的左手边，他是毕业于德国法兰克福的音乐学院，有小提琴硕士的文凭。好，而我们今天呢有十首曲子，这十首曲子呢，其中的前面的两首呢是我们莫扎特的一首曲子，而莫扎特是当时在皇宫里面拉给贵族听的，所以我们在场的各位嘉宾呢都是贵族，能够很轻松的能够听到这美好的曲子。而第二首曲子呢是我们《天空之城》的电影配乐，不晓得各位有没有看过《天空之城》这部电影呢？帮我挥个手。好，看来蛮多人都有看过的啊。等一下呢，我们明湖国小弦乐团呢会带领大家进入这个奇幻世界，然后呢让大家享受这美好的音乐响宴。好，那我们现在就请我们的指挥许忠诚指挥，还有我们的明湖国小弦乐团一起表演。
听完这两首曲子，有没有非常的感动呢？我们再给我们的弦乐团一个热烈的掌声。哇，该不会大家回去就想要回去重新看宫崎骏的《天空之城》吧？立鹿国小的弦乐团非常的优秀，时常在我们台北以及全国音乐比赛拿到优胜奖，而今年他们拿到的是特优，明年三月即将代表台北市在全台湾出赛，我们一起用热烈的掌声，我们来祝福立鹿国小，好不好？好，接下来的三，因为这三首曲子呢是由意大利的作曲家，今天我们天气非常的好，大家享受在这美好的大自然中，我们要来到地中海，也来享受地中海的热，还有地中海美好的阳光。所以让我们用掌声欢迎立鹿国小即将带来的三首曲子。
刚刚我们弦乐团就用这美好的音乐让大家体验到心情上面是不是有突然很激动，有时候突然很放松，有时候感觉是在看汽车广告非常的耳熟的音乐配乐呢？这就是音乐的魔力。林务国小弦乐团有一个非常大的优势，也就是他们可以跟歌唱家，可以跟声乐家一起合作。在平常我以前的经验当中，我自己是学大提琴的，我以前参加乐团都只是参加弦乐团拉个乐器，可是呢并没有跟声乐家一起合作。而我们刚刚的引言人彭老师，他本身是一名声乐家，等一下呢他要带来一首白居易的诗《花非花》，要跟民谱国小弦乐团一起来唱这首大家耳熟能详的这首曲子给大家听。我现在呢要来朗诵一下《花非花》这首诗的前面几句，让大家来回忆，可能你在好几年前听过在收音机电台所播放的音乐。花非花，雾非雾，夜半来，天明去。大家是不是曾经的记忆被唤起了呢？这首诗跟西洋乐一起的结合，这个中西合并的艺术歌曲，是带出一种懵懂的感觉。下一首曲子呢是德弗扎克，大家是不是也听过这位有名的作曲家呢？他是来自于捷克的作曲家，而他在二十世纪的时候前往了纽约，他发现哇，纽约跟欧洲非常的不一样，宛如一个新的世界。他看到在纽约有丰富的异国文化，有当地的黑人灵魂乐曲，所以呢他就用古典乐带来从欧洲来的这种传统元素，融合了来在新的世界纽约的这种新的异国风情，一首非常有名的新世界交响曲。好，第一首曲子《花非花》，我们一起用掌声欢迎彭月圆老师。
的城市，哇，内心非常的激昂，心跳非常的快，这就是我刚刚在后面听到这首曲子的时候非常真实的感受。而今天是菊展，大家想到花是不是有很丰富的花语呢？大家今天看到了几种花呀？应该很多种吧。所以接下来我们雪乐团还有洪老师即将带来第二种花，是刘雪安的《飘零的落花》。这首歌我相信也是大家在场各位贵宾你们中学或是高中的回忆吧。这首歌它是用花落花 的一个意象来诉说人生坎坷的命运，就像花有不同的花语，所以记得以后要送花给别人的时候要挑对花哦，不要送错花。而另外一首歌呢是一个组曲，这个组曲我们总共会有四首，而大家看到花的时候可能会想要跳舞，而这四首组曲呢它所带来的可以是乡村舞、孔雀舞还有剑舞。而这四首曲子是在当时欧洲文艺复兴的时候大家的社交舞，所以大家可以边赏花边舞动自己的身子，穿着漂亮的衣服，享受美好的下午或是晚上。我们接下来我们再来欢迎彭月月老师要带来的《飘零的落花》，掌声。
跟着一起舞动起来呢，弦乐非常的神奇。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发现，我们没有鼓在台上，可是只靠着弓毛跟弦，居然可以有这么丰富的情绪，这么丰富的节奏。而我们的弦乐团的这些曲目都是精心设计的。我们下一首歌呢，是另外一种花，叫做《妹在房中剪剪花》。而这首歌呢，是一首客家小调。不知道在场的各位有没有人会说客家话，或者是客家人的呢？可以跟我挥挥个手吗？好，那要来考考大家了。等一下呢，这首歌会唱到三种花，不知道你等一下听不听得出来呢？而我们等一下还有最后一首歌，是一首舞曲。那我想要让大家去体验一下我们今天等一下最后一首舞曲它的节奏，它的情绪让你是什么样子的感觉。如果你想要跟着一起摇摆的话，现在可以松松你的筋骨活动一下，等一下呢跟着一起摇摆吧。好，那我们要来欢迎我们彭老师要来带来的客家小调《妹在房中剪剪花》。Yeah.